们是达慕，我们是罗东在地50年的制材老厂。我们开发专门为台湾炙热的天气开发出了健康的暖度，那我们用的是天然抗菌的块木，然后结合这个紫外线，可以在紫外线棒。一键启动就可以在我们紫外线，就可以在我们砧板上做杀菌，让它可以吸附收纳在我们的砧板上，随取随用，绝对不会忘记。我们要知道最健康、最卫生的哈那个水果蔬菜，那呢这个砧板呢真的很棒，块木的砧板，块木呢非常不赞，它有分多金，而且呢跟现在能够哈。把这个砧板呢用到最干净哈，它这个来，你讲这个，就是紫外线，紫外线的这个杀菌，所以呢，让好咱讲的上盖天空卫星，马上切好的时候马上这样扫描过去就杀菌了哈，这最智慧的哈，也有的科技，太棒了。